你就是金夫人背后的总经理金智。我叫曹庆，我起来。谁？秦姐，你是爱我接触金夫人所有的工作，所以才会引进来。你感觉你自己足够的？我是无想要举头跟你讲话，我阿妈滚会生。你坐我对面哦，我才会当看好清楚。食白我白，食母我母的人生做啥款？真艰巧嘛！你当初跳过金夫人，直接来找我，你就会出团。其实每一个人拄到机会，拢应该好阿爸，参像我拄到金枝同款。金夫人已经无效啊！你所有人替你做代志，实在我有好无歹。你是做污点证人，假金夫人出来。无伊哪放掠去？你真正袂滚，敢若狗咧，见着肉骨就开。我若甲你饲伫身躯边，早晚会互你咬着。看来金枝也对我误解足深的。我只是想要找一个所在，好好发挥我家己。主人若是对我，互我食好穿好的。我看阮拢袂赴啊，哪有可能反头甲你干？相信我，你交代的代志，我绝对办甲好势好势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你袂吃亏。你会当做啥？我什么拢会当做。你无想要做的，你无愿意做的，只要你使一目尾，我就愿意去走走。重点是，我会做甲足好的，绝对袂让你烦恼。甲金夫人就是这点咧无共款。金枝，你即摆唔免惊我甲你教，因为甲你教的唔是我，是金夫人。真正是一支嘴好锐锐，买来进前算盘已经得好啊。金枝啊，我曹庆的未来，望你开心。我无想要饲一尾流氓伫个身躯边呢。我改，你爱我斯文，我内骨带水夹起来；你爱我使流氓片，我枪水闭起来。我会文会武，会八官会八家，会飞天会正地。你爱我开车，我就是你的司机；你爱我出水，我就是你的军师。只要金枝啊，给我一次机会，跟伫你身躯边做代志，你大大发现。我有点听你安尼讲，无用你是我的损失，要紧，是我的损失。好啊，免抱啊。你讲看卖，即马头一件代志，你爱做啥？当然是阻止金夫人翻头甲你干。这金夫人这查某啊，做代志无前无后，无顾头无顾尾。就准讲我无跳出来做污点证人，伊早晚嘛会出包，出包就会害着你。即马即件代志啊，交予我来谈判。伊若乌白讲话伤害着你，我随予伊一记嘴，我都阁开。较舒服。啊，是是是，我会甲伊予我参详参详到一定头为止。好。看你的表现，这是你头一个灵魂，你是金无影。阁有代志？金姐，我有一点无啥想会通，你现在一定要跟业界的人合作。你不应该知影，你唔免问。